然后上帝宝诞请师开光仪式现在开始，击鼓成功。有请新桥区光众会就会会长梁庆平先生，有请国际光辉龙狮武术会代表森哥，有请莲溪庙直理会主席陈志杰先生，为醒狮簪花挂红点睛。Thank you.
新橋康眾年輕鳥植美會國際光輝龍獅武術會根據金珠時果糕點香檸恭祝炎天上帝千秋寶誕荷誕儀式現在開始擊鼓理會主席陳志傑先生，有請新橋方會會長梁慶平先生，有請國際光輝龍獅武術會代表森哥，有請蓮溪廟直理會理事長梁景成先生，有請蓮溪廟直理會監事長李志遠先生向炎天上帝敬茶。敬茶。再敬茶。三敬茶。上香，有请蓮溪廟直理会主席陈志杰先生，有请新桥方会会长梁庆平先生，有请国际光辉龙狮武术会代表李剑清先生，会同李监事同仁向炎天上帝上香。好，李监事一齐。系，依家李监事咧。啊，新桥方会。唔系，系新桥，唔系新桥。李监事。上咗少少喎。嚇、啊！有啊，派香先啊，派香先，係咩？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身體健康，身體健康，精神性。
有请莲溪苗植理会副主席尹根先生，有请国际光辉龙狮武术会代表威哥向贤圈上帝献花。有请莲溪苗植理会副理事长黄佩球先生向贤圈上帝献宝。
我